赖清德说，这场选举是民主与专制的选举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赖清德讲不对啊！中华民国自由民主已经深化了40年，早在我们国家里面，民主自由就是我们的 DNA。我们不要分化台湾的心，不要再撕裂我们一生所爱的台湾。绿色的、蓝色的、白色的，胡政者的眼睛当中要看到的是青天白日红的中华民国，大家对不对？对。国家只有一个，叫中华民国。咱拢是这个土地咧发的，对我再来讲，中华民国是咱的国家，台湾是咱的主权。无人有一个讲无爱台湾，恁有爱台湾无？有啊！但民进党却不断的告诉我们，因爱台湾。咱不爱台湾，用因不爱台，因爱台湾，咱不爱台湾，来夺取个人的政治利益，其系列国家社会所带来的灾难，好好啊做，做对的代志，把代志做好，这不是咱基本的条件吗？这不是咱基本的条件，好好做代志是对唔对？足多人足担心的，民进党有好好做代志无？有好好做代志无？有，伊连好好做代志都做不到。